Hello，好天霹雳，晚安。我昨晚上刚考完试，然后呢？然后等一下学校还有事情，所以我得在学校播，然后今天就不回去了。放声高音爵，吕飞轩。录制一首小 C，K，哎，不是 KEUNG 晚安，六道什么罗吗？还是什么老师？含笑半步癫晚安。学校很忙吗？其实还好，是我答应别人的事情，所以我必须要今天要留在学校。哭啊！早知道不要来呀、啊！早知道不要答应啊！天哪！Kate Martin，咻咻音，保安。今天在大学。下一次直播应该会在宿舍。咖啡豆晚安，大大晚安，跟大家讲，我终于考完恐怖的蟑螂跟蚯蚓了，我再也不要看到他们两个了。今天弄了2个小时，破了2个小时，然后我的脖子快断掉了，好酸，因为要一直低头这样子。然后我还偷偷录了缩时，就是我在解剖的缩时，好快乐。我找找。白宫嗨，进，Hello 勇哥，神秘，看这是政法认证的时候，你跟阿杰说了什么东西？我忘记得收钱，没有这么缺乏人情味的吧？我听你们怪怪的，我没有感冒，我是声音压小声一点。我真的觉得我在认真做实验的时候很好看，但是我在实验的东西很恶心。我在实验的东西是从关键的部分遮住。酷毙了我！谢谢 QK 男子送了好多枫叶，谢谢。吃饭饭饭，嗨，谢谢送了捕梦网。没事了，没有感冒，不要担心。这个季节跟这个时机，喉咙不舒服也太恐怖了吧！北极熊，嗨，暗红，老海童，修二，晚安。晚安，Evolution。晚安，红修。QK 男子，你瘦很多，你怎么了？勇哥说建议你去补他的档，然后还有您说他的眼睛非常漂亮啊，他要说什么？林姐说什么？林姐，我知道，本来就很漂亮啊。林姐，这是林姐。原本想就可以去床上播，但是我的手机没有电。我刚拿出我的手机，发现它只有1趴，吓死我！还没有载浪直播，刚刚大概是55分，我才把直播载回来，吓死！司马库，晚安。今天拿到红包，赞赞。你说浪直播的红包是不是？阿全、丹尼、剑之、安澜、原神、周大帅，嗨，晚安。阿杰说笑死，笑死。隐藏险有啊，不是真的太远了，我们隔了一个非常远的地板，然后在我还是上铺，那至少需要3条隐藏险。我们房间大也是有困扰了，
还有金汤号、塔塔舞、宇庙舞堂、印普诺、The past is past， 晚安。夏天喏，嗨。洛克说：“你这两天还到扫一下，刚要去买东西，店员听到你的声音，先惊恐了一下。去完剧场了，大家都惊恐一下。哎，还是其实是群聚。如此，思涵晚安。其实应该播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对，我要去忙，那我还要打报告，我还在边打报告。明天是思涵生日，真的假的？明天几号？明天5月11号。思涵，祝你明天生日快乐！大概还有6个小时，祝你生日快乐！我要一手拿直播架，对不起。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呀！金牛座，哎，这反方法，为什么你的留言都在飞啊？而且我直播好卡。去建车开走了，嗨，勇者无敌。嗯，我跟室友熟了吗？好意晚安。还是戴眼镜好了。你还是觉得在家不会卡。我现在是大学的宿舍，不是公司的宿舍，已经恢复了。你们也辛苦了。为什么我的手机要烧起来了？天晚安。太卡了吧。そう、学校です。学校の寮です。我小心一点。Hello， 嗨，杨雄 ，Hello。戴个帽子。对，用大头挡人，没有错。这样子感觉不错。你们看起来会卡吗？因为我这边看起来是很卡。现在时间是6:13，对，6:13。14分了，大家请问现在是几点？他们知道了。
当然，我也是有在这里直播过的，其实应该是上学期也是。放个音乐，不是啊，我的 YouTube 什么那些一切都运作得很正常，为什么直播很卡？你现在宿舍没有 WiFi 了，真的是需要 WiFi，所以我跟高云爵直播不能撞，然后我直播他需要在旁边，不然我就是在大学宿舍。可是我通常不会想要在大学宿舍播，因为没办法煮饭。你音量不能太豪迈。哎，我的 YouTube 跑得超级顺，超顺，为什么我的直播这么卡？丁允就谢送了感性看的心，他晚安。你要不要玩个游戏让你室友帮我播？BGM 什么意思？不要闹他们了。阿当，雨后的天晴，婆婆，晚安。You are back。哎，我现在把充电器拔掉，它顺很多。然后我把手机带删了3-4 GB，他应该跑得动了。我真的想要高觉得手机直播，我的手机跑太慢了，很容易就。虽然是用 WiFi，不是用自己的网络，可是它看起来有点容易过热。因为他们喜欢听音乐播 BGM，他们没有坐旁边，他们都躺在床上。他们远离他们的电脑了。若离晚安，就是晚安。刚 FB 有 po 我的照片吗？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要看！我现在立刻马上来查。不需要独生子，不需要。林爷爷，这是谁？果果，我耶，It's me。这是哪一瞬间呢？好像这样子。耳机档次 ，sorry，又姐嗨，天窗豆粒王晚安，罗拉五朵，变身精灵魔蝎是我的梦幻星座。是有点害怕。
吃晚餐了吗？我刚刚下午吃过了，可是这是我今天的第一餐。我今天中午起来，我今天搞笑，因为我昨天住其他地方，然后我记错时间。我记成平常住在公司宿舍的时间起床，然后应该要起出门前半小时起床，结果我是闹钟设成出门的时候起床。哇，我今天真的是发挥我所有的肾上腺素在赶车。我现在我的电脑萤幕在冷却，傻眼，这样子是电脑会不会坏掉啊？我手机真的会烧起来，我应该要带一下那个冰袋。不用怕什么？我今天又吃了一个学校超好吃的卤味，就是前几天去练习的时候，然后我就说，今天跟琪琪讲说今天吃了学校好吃的卤味，然后心情很好，然后琪琪说，那你今天练习应该不错，这样。然后我今天又吃了那家卤味，但是我觉得味道怪怪的，还是我舌头怪怪的。我应该是没有确诊啦，但是还是那个时候真的怪怪的。然后今天只吃那一餐，然后等一下应该还会再吃一点东西。那今天就住这里了，我明天早上早九要上台报告，我不敢回去公司宿舍，我觉得我一定会迟到。不怕打扰到室友，要不然今天不会想就好了。那我下次就要播两个半小时欸，我要干嘛？巴勒海人格 ，Hello， 一周四好像高恩爵又不在，哭啊！他会不在一阵子，天哪！207班长极富学艺 ，Hello。你以为今天是六点到八点，然后接云直播，没想到我在学校，真的没有想到我在学校哈，我也没有想过会在学校，我完全忘记我答应别人要就是在学校做事情，然后我就排了这个时间，还是我是先排这时间再去答应他的，忘了，原本是打算就是像阿当讲的这样子。如果我没有答应他，我现在就是在家跟高云爵快快乐乐的煮饭了。YC 嗨，人好，小后晚安。小后 ，Hello。
而且我还没有带卸妆的来，代表说我今天绝对不能化妆。就算今天时间很多，但是我也不能化妆，因为我今天，我。所以我就提早走了，所以我有超多时间，还可以去吃饭，还可以干嘛干嘛的。神秘透明人还健健，你要吃饱。晚安。这个是我的床，这个红色的毛巾是我的床。上课36819964晚安。跟思雨借网络吗？没关系啊，麻烦。我最近梦到什么？我最近梦到很酷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很酷的东西。昨天是什么我忘记了，但前几天梦到一个很奇，前两天梦到一个很酷，前三天梦到一个很酷的机构，然后我是那种就像心灵判官里面那种穿的黑色西装，然后就是做事情的人。可是因为那个机构里面涉及很多什么邪教啊，还是什么奇怪的组织，或是盈利组织、不法盈利组织，它是一栋大楼，然后是那种很繁华的都市，就是像心灵判官这样子。然后我就是原本是在一栋楼的顶，就是中上层，物理的中上层里面混的，然后我就跑到下层，因为我像是逃亡这样子，我们就必须撤离那个组织。然后之后我好像被关紧闭，被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带去关紧闭，然后。里面很多奇怪的角色，像我的高中同学，还有游戏的角色，像剑与什么什么的，剑与什么争的那个游戏里面有个女仆的角色，那还有一个光法师的角色，里面都有出现，可是就是无关，跟他们的魔法无关。对，然后等一下，我的手机需要立着。我是负责接待的人，接待一群外宾的人，那他们需要做一些什么研习的课程，然后我需要去就是服务他们代位啊，然后怎样怎样的，然后其实我们这些人员也是要有一个座位。一个座位在那，他们一组一组的桌子，一组一组的桌子那边。但是，好像是那个班的老师很讨厌我，然后就说把脏话法的名牌拿走，就我不准坐在那里，我只能站在旁边晃。那我就是皮皮的个性，然后就说他如果敢再多说一句，我就呛他。对，这种感觉，然后就跟那个小女仆很要好，还有那个光法也很要好。我的梦都是这种，就是很有剧情的梦，很赞的梦，很像在看动画、看电影的梦，每天晚上都是个享受。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一些日常的小情景也有，出那种什么从三层楼的楼梯铁楼那种架在高楼外面的铁楼梯翻下来以外，然后跑狂奔，然后选装备以外，还有很多各种日常场面，像是什么我高中同学摆了3罐洋芋片在桌上，然后我就把它偷吃光了之类的也有，真的很好玩，好像是喉糖。
对，我的晚上每天梦都是动作片，超快乐。而且，我想想，还有连贯性是不是？因为我的梦有时候是涉及那种，就是像我那前三天梦到这个梦是，还有很多背后的谜团没有解开。然后之后的梦可能就会解开这个谜团，很酷哎！到底为什么？好，然后第前两天的梦就是他隔一天的梦，是梦到一个是实验有关，可是我们是被实验品，然后好像也是在那一栋大楼里面，然后它的场面很大，真的很大很大，就是可能是我在海无边无际的海里面，然后是一个巨浪，可是可能。但我知道我是在无边无际的海，但是我看到的可能就不可能不会是无那么的无边无际这样子。然后就是他们很像那个《暮影都市》的演绎者，前几个礼拜在看《扬言 Project》，对，又叫做《暮影都市》的演绎者。然后每个人的能力都跟眼睛有关，那他们都是经过一些什么实验之后。就是才会有的，很经过一些很累的，不能说是实验，不是人为操作，应该就是一些奇怪的东西寄生在你身上，那你就会有能力，然后都是眼睛有能力，可是不一定像是那种跟眼睛有关的，你可能是地震，可是我们知道是说他这个人的眼睛有能力，这种感觉，但主要是有一个人比较常用的是幻觉。因为我们必须每一天要吃12颗药，白色的小药丸，然后那个药不会定期发给你们，你必须表现良好还是怎样，他才会发给你，但是也不会给你12颗，你要自己去找他在哪。然后我们都很小只，我们都穿着那种病人袍，对。然后有一个男生头发短短的，小小只壮壮的，他的能力好像是。就是眼睛可以让人产生幻觉，然后就是他很无聊，在那个梦里面不会说像动画里面那种那么的壮烈的感觉，像是什么，我要使用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啪，好像很伟大一样。他们已经被关在那里太无聊了，那所以就是想发动就发动，不想发动就没法发动，所以你可能突然眼前就是一堆幻觉。就是有一个头，我们那边有一个篮筐，然后就是很无聊，就是会让大家看到一颗球，就是比如说场景大概是就这么小而已，就是那个房间可能就这么小而已，可是它突然间发动的时候，你房间感觉会这么大一个，很长边无际，然后。就会有，他不用丢，就是有一个篮球浮过来，然后丢弹一下，弹很高，然后再分散成好几颗，弹一下再合起来，再弹，然后进，变成一个很大球进去，之后，他就分裂成很多颗小球散开，然后就有一次不知道是谁哪个两个有能力的人在打架，哦，我是没有超能力的人，就是我还没有被开发出来，对，可是也不知道实验者是谁，没有人看过实验者，就是。只知道脑子里面会有声音而已，很酷哎！昨天那天那个梦，可是就是被实验品也有很多，就是谁该相信谁不该相信，谁可能跟实验者好，谁可能是告密者，谁想要结盟逃出这个大楼。像我就是想要结盟逃出这栋大楼的人，对，这设定超完整的。昨天梦的话是没有到续集，但是也是梦到蛮酷的东西，希望今天有新的进展。喜欢这种梦。然后有一个很边缘的女生，长头发阴暗阴暗的，阴沉阴沉的一个女生，然后她能力好像她是就是。可能有能力，但是一直被排挤，或者药一直被抢走这样子。
然后有一次那个投篮的那个幻觉的那个男生，他就把药投进去，结果药就变成好几颗，然后就散落一地，大家都在抢，然后抢到了四颗，然后最后发配到八颗，所以我就有十二颗，我那天就 over。然后还有一次是我跑到就是高楼层去，偷偷跑去高楼层，然后大陆西装笔挺的，就是像我那天，像我前三天摸到那种西装笔挺的人，就低头看我们这些奇怪的人为什么在这里。边缘人长头发，没有没有，不是熊妹，没有那么长，没有那么长，有点卷，头发有点卷，皮肤白白的，然后眼圈很黑，眼圈很深，眼睛很大，这样子看起来很累。林，嗨，配菜的白饭，晚安。你卡了，真假的，哭啊！我想把我手机壳拿去。哇，戴眼镜啊！等一下哦。好吧，没办法，我手机壳太破了，它已经快要被我掰断了，它已经断很多地方，所以再掰它就会整个裂开，它就也是一样拿不下来，它只是那一块被我掰下来而已。哇，对，宿舍的样子是大学宿舍。哦，等一下呀，这个是怎么的残破，它很烫耶，天哪，眼镜很好看，很棒，眼镜扣尾巴露出来了，没有错，你完全没有要藏的意思，看不到小琴什么意思，还是你要去闯？不行啊，我手机快没电啊，手机快没电，我必须在这里充电，不然我也想去床上直播，多舒适啊。最近合作是很热闹，对，这也是大学宿舍啊。大学，今天住大学，对，今天在大学。我真的觉得我今天还是播一个小时就好，虽然说我之后会播那个半小时要怎么办？礼拜四播。至少网路可能比较好，不好说。变成新鲜柠檬 ，Hello。你宿舍离你很遥远，什么意思？你是说，离你的大学生活已经很久了，是不是？那高安局要不要现在跟我上线聊天？我问他。他当谢聪的梦幻星座，谢谢。不然你开歌会啊？如果现在还是之后？
说不定有人来看你唱歌。周星期四可以啊，王一佳，王一佳我不在家，一佳，一佳，我在大学宿舍哦，不要这么好死不死没有钥匙哦。Hello， 圣血开麦了哦，对，哎，是开麦了吗？我跟高云爵都不在哦，诗雨也不在哦，那完蛋了，只有小琴了。嗯，刚才嘛，你说五月圣血吗？这么快？你脚步很快耶，棒！心理师应该可以唱歌了，我也想说要唱歌，不然我好无聊。或是练练琴，可练琴的话想要练钢琴。小白兔 ，Hello！ 所以一家真的是来开门的吗？为什么没有显示你来？有显示你来了。有啊，上面写四十等王一佳，前面还有个小皇冠。有啊，只有三个名额，那真的是看运气了。哈，你是高云菊？哈，哈。家没有登出，傻眼！你快点登出人家，快点登出人家账号啊！哭啊！一家上次用高恩爵手机直播，欸、高恩爵早说啊！如果你这么会骇客的话，帮我写程式设计的作业啊！哭啊！突然整凶什么啦？你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云爵，他是高云爵，因为一家上次他的手机坏掉，所以他不能直播，他用高云爵的手机直播，然后我忘记他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登出了，看来高云爵应该是跑去登出了，现在这个时间。哎、欸，你们先等一下，你们先跟我的电脑屏幕聊天，我要去倒水。Hello， 晚安。他们家的青蛙很可爱，我给你们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可爱青蛙。
风流 ，Hello。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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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眼，为什么吓死他？超可爱。再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现在疫情嘛，然后需要上课要戴口罩，然后我戴眼镜，然后戴护目镜，然后又要干嘛的？我觉得耳朵要快要超负荷了，它有一个、两个、三个耳洞，还有一个眼镜，然后一个护目镜，还有一个口罩，我的耳朵要断了。把花鼠看成青蛙的自杀。对，我可以重新演练一下。我刚刚是怎么回事？对，耳朵负重过重。我的衣服脏脏的，耳朵压力非常大，它存在着太多东西了。大概就长这样子，是啊，我的鼻子已经快要，它已经超过我的鼻子很，它真的很重，然后还要戴口罩。他很累，他非常累。Hello， 安，要戴护目镜的科不考虑改戴隐形眼镜吗？可是，虽然说耳朵很重，但是他护目镜太大了。如果我脸太小，所以如果他的。所以如果他的那个叫什么，我不戴这个眼镜的话，他会挂不住，因为我是让他挂在我的眼镜上面，我的眼镜再挂在我的耳朵上面的，对，要帮耳朵加戏。戴眼镜还要戴护目镜这么严格？对，因为听说好像学长姐还是同系别班的人被喷到眼睛，脸太小，就是你没有感受过的，反正不懂，没那么严重。他护目镜真的很大，因为让所有脸型的，包括男生的脸，那种很高很大只的男生的脸，都可以戴，它是同一个尺寸的，所以对脸小的人真的是唉麻烦，超奢侈。Hello 拉拉，拉拉真的是非常非常久不见嘞。在炫耀吗？没有，真的有点困扰。那我刚发现我的那个宿舍还有储备粮食，耶、yeah ！开吃！不然怎么办？我现在跟高允爵聊天，他发生了一点很严重的问题，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关于你们等一下看不看得到高允爵？你就是跟姐姐说，
你的账号登不进去这样子啊，就是你的问题就讲给姐姐听，你怎么跟我讲你就讲给姐姐听。感觉哭啊，你要开扩音吗？哈，我说我，我在直播，好啊，我开扩音。大家听到高音觉得崩溃了吗？不是啊，他怎么啊？他的 LINE 不是 LINE， 浪浪的账号，因为你们登录浪的时候不是都会有那个你叫什么就是选择登录方式嘛，然后他是选择用电话号码绑定，然后他把电话号码停掉了，他登不进去。记得跟云居讲，你旁边还有重来人，没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吗？我都在他们旁边直播了，你觉得有问题吗？那你就讲，高云爵，你就讲，就问姐姐说，就是你把你的手机账号、手机停掉了，所以你的直播登不进去，那你要怎么办？你这样先跟姐姐讲，好吗？可以吗？嗯。太崩溃了，好笑。现在开门号很快，有考虑去门市开启吗？你要来得及吗？可是他们知道你等一下要直播啊，然后又说这样子很快，要不要开？不然你看你有没有可以先借用的好吗？看你妈妈的手机好吗？不行啊，她现在是绑在那个号码上面，我不能，我没办法用别的号码登啊。哦，哭啊，那怎么办？哭啊，哭啊！大家看张爸的直播，我声音演出。我现在想要把手机放下，它好烫。他超级烫，我怎么办？啊，我知道了。而且我手机又快要烧起来了，天哪，还要充电。都要先跟经纪人姐姐说啊。跟比较常联络的、啊，不然你要怎么办？嗨 ，KYLE， 完成手续几分钟内就可以开启啦。不是重点是因为他现在是绑着的，他现在跟就是比直播的账号是他是绑定的。他们的意思是叫我去开的号吧？对，应该不是吧？还有不知道、啊、是吗？我不知道哎、欸，我看一下。哦，应该是绝对开哦。对啦，白痴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你去开啊。我跟我妈说了，然后她跟我说：“你赶快去问一下姐姐怎么办啊，妈妈。”不然
那怎么办？当时问，当时问姐姐怎么办呢、啊？姐姐怎么会知道？姐姐应该是最清楚的吧。现在呢，我就是把我的水壶工具倒出来。不行，它太软了。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有一个手指甲？这个环是锁扣吗？不是，它就是一个环，然后跟一个吊坠而已，并不是锁扣啊。Oh my god！ 我有防晒耶，我在这里有防晒，还有睫毛夹。这是一个手机架，但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用。对，个人觉得很无助，个人觉得不知道怎么办。对，很像回纹针，但它不是回纹针。这样的登录绑信箱跟手机绑你之后停手机，只能找客服。对，只能找客服了。杨雄说的，杨雄是活在浪直播的男人。哭啊！哭啊！还敢把存号停掉啊？哭啊！因为他只有在用啊！哭啊！